我现在在大埔啊，今天不是来吃铁板烧的，是来干大事 ，A.K.A. 钓鱼虎了。我现在在这 Seven， 这 Seven 真是看起来蛮健康的，竟然早上六点才开门。鱼虎其实不是没有钓过了，应该说有去钓过，但是没有钓到过。最后一次钓应该是两年前跟 K.K. 去发钓那一次，之后完全没有再钓过。今天终于把时间空下来，来完成一下我们的小小的梦想。来，先来雷蛙小铺铺一下弹药。慢慢，那声音很小。哦，上次你有给我。对对对对。这个我不要，全部我都要。哦，没关系。不玩了。这里东西真的很多。对啊，这个。好，捕获完毕啊，准备上山打老虎。哦，这些耳沉甸甸的应该几千块有了。啊，如果有打呆打虎的需求的话，我来雷蛙小铺还不错，东西蛮齐全。好。现在打算就是直接上整稳睡一觉，明天早上直接就出发打虎。峰哥，看一下峰哥帮我准备了什么？芝麻鳗、跳鳗。这跳鳗后面你看，它钩子部分有做配重，所以它在水下的时候会向往下垂，好，这样子可以增加捉钩几率。这个我是没拿来种鱼过。贝壳螺旋桨也不错，这些我们都拿来钓鲶，今天来钓虎也试试看。我看到这些环肥燕瘦，什么都有。内湾那边，好，来，我们慢慢开过去。来到我们第一个钓点，早餐现在喝一杯国军奶茶。好，重点，重点啊！有爆不要开枪啊！不行啊，那个就是一个条件反射的吗？哎杆子小心，来啊来啊，跟他玩一下。对呀，我靠，大概有八十有呢，八十左右出了我。哎，龙千米，人生第一只虎，舒服，舒服，谢谢谢谢。记录到，记录到了，大概八十左右，七十没有了，七十一，七十一，七十一，可以了，刚好及格啊，这个算及格啊。啊，来，怎么样？好，给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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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尾鱼虎，小心小心，哇，气死了！有了，破坏了。一二，这是本大只。七三，一二三，一二三，七四。哇！来，会不会太屌了？我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，受不了！啊，回去要贴酸痛药布。呜呼！
太扯了，太扯了。没开。没事，我没开机就有人中鱼啊。嗯捅到最深处吗？我也要上工了，看他会吃一半了。一点鱼啦！靠，这个伤口直接爆开。后来解释一下什么叫抓换器啊？理科鱼类它有一个特别的器官叫鼻鳃，这种器官可以让它们直接对空气进行气体的交换，也就是说它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出来换气。换气之后呢，会有一个水花啊，我们就可以借此知道它们位置在哪里。这时候呢，朝这些水花丢过去是还蛮有效率的，不过也不一定会中鱼，所以还是看你抛投的准度哦。不过呢，我这次就透过这个方法钓到了一只鱼虎，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有一个标点啊，有没有换气？中了啦！可以哦拍成再拍80的 U51， 然后拍成100公分。好，可以。相比那45公分，有了，可以。哇，比同体型的呆再大上一轮啊，这整个是肥的，纵切面是很肥的，真正的小腿肌，对吧？可以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再放回去啊，开始抓。好，嗨，都还过得不错。哇，这真的蛮巨的，虽然说71，但是个头看起来已经很吓人了。很欠咬啊！这才是你的朋友啊！哎，不要停！弟弟不要停！哎，各位，这里湖光山色都很漂亮。千层派有看过？中！哇靠！直接中鱼！直接中鱼啊！喜欢啊！哦，这只也不错。哦，水表炸裂！哦！哎呦！小心竿头！路稳，一竿路稳啊！你不要再翻了，不要再翻了，对不起。我靠！我直接看到他这样直接冲出来。可以一下，我以为那是假的，你可以休息，你可以休息，可以休息了，休息了，就这样了，没有了，你可以去蹲到桶子里去了，啊，蹲到桶子里面去了，MVP 了 ，MVP 了，太猛了，然后我一拜拜哦，还好没关，别挖小洞，马慢，然后我一拜拜哦，有。
开动。现在来到桃园冯德伦家。冯德伦，有人说你像长得像冯德伦吗？谁？我觉得你长得像冯德伦。肥胖版吧？没有了，年轻版，白痴。哦，有点东西耶，扎实，很扎实。整块下去，整块啊？对啊，整块吗？你说的。嗯。好，现在把这一块直接梭哈，连着葱跟姜一起吃。好吃吗？满满的幸福感哦。嗯。哦，太赞了。